调整的精致度的白铁车哈，所有的白铁雕工相当的完美，甚至出动这么棒的一个艺术雕品哈，来战舰清单哦，我们应该不吝啬的再给他们一个掌声，这一套价值数百万哈。
青山王宫做来好戏哈，还使看到这么侪精彩的这个啊人赛的表演。所以真正起源于台湾真正的舞狮哈，就是这一类型的狮头哈，来自多扎国术馆的保卫乡土哈，啊，这个明星老练的侦查赛哈，台湾赛的标志的台湾赛哈。所以一般咱北部金狮团哦，拢较水狮哦，较即款也较无同。所以小等下吼，请狮的时阵哦，大家看吼，这个功夫吼。
狮王来了哈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哇！那一般哈，在下港夜市啊，看咧卖狮头，路边咧卖狮头，那个小型塑胶的，就是这种的放大版，哦吼，好啊，真的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，第一次看到嘛，台湾狮狮头这么大，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，哇！真的，咱这边是我餐厅的哈，精锐进出啦。啊，上好的北方北看的领导拢请来啊，吼，为了老师吼，亲亲亲吼，家己去打这个狮头。真的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舞狮哈，相当的精彩。狮头哈、哦，要从啊、中南部哈、哦、开上来，那北部的人一饱眼福哈、哦，还真的是不容易啊、哦、不容易。那么这次来跟咱北部有六间大庙哈、哦，啊依序哈、哦，等一下依序整队哈、哦、进入我们的会场哈、哦，非常的感谢了哈、哦。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谢谢哈，辛苦，谢谢大家辛苦了哈，掌声再用，我们用掌声来欢送他们哈，谢谢哈，感谢哈。再来，再看几台哈，几台几台几台赛头，哦哟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哇哦，超大狮王哈，超大狮王，啊哈哈哈哈，啊，这个简单呐，我简单呐，哇，我那是我长天宫这边的当恭喜哈。非常的用心吼，甲北部人、北看家领导拢提来吼。接下来吼，咱准备要来恭迎吼，咱四五参殿中关圣帝君圣驾吼。令旗哈，那你光亚令哈，哇哦，你北部较少看的哈，较少看的，将光亚令哦提在手的安尼哈，很不容易看到哈。主宰者，我们的关圣帝君关老爷。那么四湖参天宫呢，可以说是很多台湾分灵的这个祖庙。
这个啊，正太郎。
非常的实用，包括高价零的这个啊精油炉。这几套的，景泰蓝瓷器哈，相当稀有。那我们非常精心的去准备整套的，啊，整套的，来答谢我们关圣帝君，谢谢。咱是我产品叫吴梦中主任委员，跟咱的友谊非常恭喜，非常。另外，佫送一个咱青山顶安尊龙，咱用手工雕刻的这个顶安尊龙。纪念牌，再次感谢咱自我产品工管理委员会全体技术人员，谢谢感谢，谢谢众乡来感谢一下，谢谢感谢咱吴主任委员，谢谢，哇，这是来哈友谊友谊啦哈，谢谢哈，谢谢哈，谢谢，要感谢哈。因为拢铜器吼，规套的铜器，这整套的铜器足重的，这非常重吼，足重的哦吼，这拢铜器吼，规套的吼。谢谢哈，感谢哈，大家辛苦，谢谢。谢谢哈。感谢对关心家的林邦家，再次的感谢，市委员会的感谢，请大家来管理委员会，咱李清源助理委员，他来全体委员干部，谢谢，嘛非常的感恩咱关心地区的李林，再次用破声来欢送着咱四号餐厅中，关心地区新家，谢谢谢谢吴总主任委员，谢谢感谢感谢谢谢，大家辛苦哈，真多啊真哦辛苦辛苦哈，谢谢哈。谢谢，感谢咱管理委员会吼，咱四号餐厅交全体技术人员，非常的感谢啦吼，啊，把最好的都带来我们蒙贾地区，为了庆祝咱中华165年邦嘉青山宫顶安尊龙的千秋祭奠，真的不一样哈。我们看到现啊，只看到几个阵头而已哈，后面还有非常非常的多哈，相当漂亮哈，这顶轿子也非常漂亮。来，我们工作同仁哈，先把现场清理一下。